记者朋友们，我孙文啊，乃一文不明。要问我带回来什么，我告诉你，我带回来的是革命之精神也。好，谢谢，让一下，请让一下，请您谈一下。谢谢，请让一下。谢谢，请让一下，请让一下。你叫尹睿智，你叫尹维俊。先生记性真好。我记得那个时候，我们是在船上分别的。 你们记得自打轮船上分别到现在有多少年了吗？有5、6年了。嗯，是的。嗯，5、6年了。这个时候，使我想起了秋瑾，他是我最好的战友，也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们一定要找个时间到秋瑾的坟上去，给他扫墓，去祭奠他。是。 我听说你们姐妹两个人在上海组织了女子敢死队，还听说你们姐妹俩带着女子敢死队攻打江南制造局，营救出了陈其美先生。嗯，好，你们立了大功啊！所以，陈都督特派我们给先生当保镖。怎么，给我当保镖？嗯嗯，马先生，嗯。 你们看见了吗？这是我的保镖，这姐妹俩要给我做保镖，怎么样？敢跟他们比试比试吗？好男不跟女斗，马湘，这是错误的。嗯，马湘，你不配给先生做保镖。 见到大家，我非常的高兴。在此呢，我向大家先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革命党的财神爷张锦江先生。好，大家请坐吧。 刚才啊，我们在静安寺路协调总会已经开过欢迎孙中山先生的大会，现在需要研究一下组建临时政府的问题。需要说明的是，这是个内部会议，大家可以畅所欲言，讲什么都可以。大家看，谁先讲？啊，我马俊武先讲。哦，好。 在南京召开会议的代表团成员，你举先生为临时政府大元帅，先生之意如何？我认为还是不要选举大元帅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国际上，大元帅一职，他不能代表国家之元首。在代表会所决议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。 本规定选举临时大总统，但在南北议和会议上，唐绍仪曾表示，如南方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，则袁亦可以赞成共和。因此，代表会议又决议，此职暂时留意有待。
我与有关的原同盟会的领导商议，一致推举孙中山先生为大总统，大家同意不同意？同意。我有不同的意见。那就是我不赞同总统制。诸位，我为什么反对总统制呢？第一，我内审国情，外查大事，鉴于责任内阁，是与民国也。第二，内阁不善，而可以随时更迭之，而总统不善，则无数变易之。哎，不见得吧？美国、法国也是总统制国家，为什么他们就有变更的方法呢？哼，那是美国和法国，我们是中国。哎，我提醒你一下，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不设内务总理一职。那就改变组织大纲嘛。我不赞成设责任内阁制。我向大家说一下我自己的理由。我查遍了所有设内阁制的国家，从中看出，设内阁责任制就是选出一个大总统，并使这个总统不能直接插手于政治，因此就选举出一个总理以干实务，并对国会负责。我在想，我们的所作所为应该是要从实际情况出发，我们不能为总统制而总统制，也不能为责任制而责任制，我们应该考虑什么才能对我们这个国家的民族发展形势有利，对我们国家国富民强有利，对我们目前要做的革命大事有利。我们不能为了选举一个大总统走一下形式主义，把这个总统选出来不让他干事，而且设了种种障碍，我觉得这样不好，也是没有道理的。大家把我孙文从国外找回来是要为国家做事情的，我也不能辜负大家的期望。如把我变成一个神坛上的摆设，政治上的累赘，这样有误革命的大事啊。好，在座的诸位除了孙先生以外，没有第二个人能说出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按照孙先生所说的话去办。对，是啊。我再一次明确表态，坚决推举中山先生为大总统。我同意。同意。一心，查理。一心，嫂夫人可好？好，我好，我们都好。托基督的福，能看到你，我们全家都很高兴。哦，快请吧。快请。请吧，一心。一心，请。快请坐。我终于在自己的祖国和你们见面了。是啊，快请。请坐。好，我来。查理，一心啊，我知道你最喜欢喝我煮的咖啡，今天特意给你煮的，快尝尝。
这个味儿，我就敢肯定是嫂夫人亲手煮的。真香啊，正宗的檀香山口味。 猜对了，这么多年，他还是忘不了。哦，对了，一仙，阿芬怎么没跟你一起来呀？哦，他走了，到香港去了。哦，那你的日常工作繁忙，总要有个人帮你打理吧？我身边有很多同志和朋友。 另外呢，我已经写信给孙科的母亲，请他到这儿来。哦，应该呀。哦，这倒是，本该如此的事情，啊。不过孙科的母亲目不识丁，这也正是逸仙和他多年分居的原因。如今大总统身边虽说暂时没有内助相伴，但是总该有几个得力的秘书啊。 耀如啊，我们的女儿艾琳刚从美国回来，你看她给孙先生做秘书，总是可以的吧？<笑>你看，哎呀，这得征求一下艾琳的意见呐！啊，那我就去把她叫来。艾琳，快来吧，你看见就知道了。孙叔叔。 你还认识我吗？认识啊，来坐这儿。孙叔叔，艾琳，你小的时候我抱过你啊。哎，不过现在你走在大街上，恐怕我是认不出来了。嗯，可是孙叔叔，您走在任何地方，我都能把您给认出来。嗯，女大十八变，越变越好看呐。我呢，老了。 越变越难看了，艾琳啊，给即将上任的大总统当秘书，愿意吗？是袁世凯吗？哎，你孙叔叔，真的？愿意吗？一言为定。好，那就从明天开始上班。<笑>好啊，可是孙叔叔。 那谁付我的薪水呢？哦，这个薪水问题啊，先由你父母来代我付。嗯啊，以后政府成立了，就由政府来付。好，那我就准备给中华民国大总统当秘书了。孙叔叔，再见。<笑>再见。逸仙呢？什么时候选总统啊？啊，他们正在南京开选举总统的预备会呢。 经过主席团决定啊，每省只有一个投票权，同时提名浙江省的代表汤尔和先生为选举主席主持总统选举。同意的请举手。好，我的任务完成了，下面请汤尔和主席上台主持总统选举。 根据总统选举法的规定，由我提名王宠惠先生为检票人。有反对的吗？没有。嗯，有请王宠惠先生上主席台。现在我宣布，总统选举正式开始。
今天与会代表来自17个省份，每省一票，有效票为17票。今天总统候选人为3人，他们是孙中山、黄兴、黎元洪。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1条规定，获得总投票数2/3以上的人可以当选。你是湖北代表，对，应举黎元洪为大总统。不过，我们都是同盟会的，还是应该选中山先生啊。当然，我再多说一句，今天是自由选举，选谁不选谁，你自己来决定。啊，明白。现在开始唱票。孙中山，孙中山，孙中山，黄兴，孙中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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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选举结束。孙中山16票，黄兴1票，黎元洪0票。我宣布，孙中山以16票当选中华民国第1任临时大总统。所希望者，在共和政府之成立，以扫除专制之政府，使人人得到自由。孙先生为近代革命之先觉，富有政治学识，今日就临时大总统之职，愿孙先生勿负国民期望。接下来，请临时大总统向全国国民宣誓。幸福，
此国民之公义，文实尊之，以忠于国，为众服务，指专制政府祭祷，国内无变乱，为列邦公认，此时文当解大总统之职，谨以此事与民国。唐绍仪总代表给您发来了电报，是让我给孙中山发贺电吧？不，他说南方代表团的态度没有变，双方已达成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问题，从多数取决的协议。那他们为什么要匆匆忙忙的选孙中山当临时大总统？父亲，孙中山亲自给您发来了电报。他写的什么意思？孙中山说，南方之所以组织临时政府，是因为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，行动非常困难，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。他出任临时政府大总统，这是暂时惩罚，一旦时机成熟，即行辞职，虚位以待。希望父亲早定大计。把他的电报再念一遍。啊，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，行动非常困难，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，暂时惩罚，一旦时机成熟，即行辞职，虚位以待。把电报给我。孙中山把我们当成三岁小孩子了，表面上他答应我们，只要我们赞成共和，逼清帝退位，他就选您当大总统。可实际上呢，他玩弄权术，在神不知鬼不觉之中，自己当上了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。父亲，对此我们该怎么办呢？电告南方代表团，唐绍仪所签的一切协定均未与本大臣商明，拒行签订，准唐绍仪主动辞职，今后由本大臣自任交涉之责，直接同南方电商往来。二，复电孙中山，国体尚待公决，不愿预闻临时政府之事。三，电告段祺瑞、冯国璋，请他们二人联络北洋系军官多人，电请内阁代表主张君主立宪，极力反对共和，同时将此电转达给南方总代表伍廷芳。如果以少数人的意见采取共和政体，必誓死反抗。四，电告驻京城的各公使馆，按照和我的约定公开表态，支持孙中山，反对袁世凯。五，父亲，错了，应该是公开支持您，反对孙中山。我说错了，啊，你改过来就是了嘛。是。五，这走哪儿来了？这是？这是死胡同。五，五是什么？你还没说呢。
电请我的好友张俭，在拉上所谓的革命元勋张太炎，正式成立中华民国联合会，创办会刊，资金不够由内阁资助。完了，哎，父亲，此事要不要通告赵秉钧赵大人？我想他是清楚父亲的苦衷的。这事我不管。往哪儿走啊？这边。 是汉民吗？哦，大总统，告诉您个好消息，黎元洪当选了副总统，以全票当选。我知道了，这样，他黎元洪就可以成为武昌首义的功臣了。袁世凯籍部署发来电文，先生读到了吧？ 读到了，韩梅，我看你一脸怒气啊！你没看出来吗？这电文字里行间里充满了杀气。叫我看呢，他这是色厉内荏。这是我写的一篇电文，你看看。 闻不忍南北战争，生灵涂炭，故于议和之举，并不反对。虽民主，君主不待在意，而君之苦心，自有人量之，自有人量之。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，达国民之志愿，保民族之调和，亲事也得安乐，义举数善。哼。 推公让能自恃公论，区区之心，天日可见。若以文有幼稚之意，则误会矣。则误会矣。我的先生啊，您是以您的大公之心，明对袁世凯的一己私欲。好，做人呢要讲人格，为政要讲正道，唯有如此。 天下才能归公啊！嗯，先生说得对。看吧，您的盟弟张太炎先生登报声明，自即日起退出中国同盟会，出任中华民国联合会副会长，还在他为主编的《大公和日报》上写了一封致先生的公开信。先生不用仔细看了，他无非是批评先生不应该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。 应该支持北方的英杰袁世凯，让黎元洪继续当他的大元帅。你有什么看法？哼，我看张太炎他背离了同盟会、革命党，肯定与江浙立宪派领袖张俭、汤寿乾等人合流了。照这样发展下去，说不定他还会公然支持袁世凯。这不是没有可能啊。那先生还要去见他？ 当教育总长，应该说，太炎先生对革命是有大功的，特别是康有为、梁启超成为保皇党以后，他邹容陈天华是批判的，同时也是倡行革命的领军人物。而且那个时候，张太炎的思想是站在推翻帝制、建立共和的制高点上。这些事情我都知道。 可是您再看看他之后呢？之后的所作所为呢？韩民呐，这正是我提出他出任教育总长的原因。古语说得好，近朱者赤。他张太炎是有大学问的。
而对于这些有大学问的人，我们应该宽宏大量一些。好一个宽宏大量的大总统啊！啊，阁将，怎么样？我们提的名单通过了吗？没有。我与先生提的名单，很多代表，尤其是原同盟会的代表，反对宋教仁、王宠惠和章太炎。那理由呢？说章太炎先生公然登报退出同盟会，继续写文章批评先生，再加上他过去失节给端方写密信的，所以绝大多数代表不赞成他当教育总长。大度能容天下事，我们连太炎先生都团结不过来的话，那袁世凯就天意主力。说到宋教仁，多数代表认为他崇尚西方的议会制度，力主责任内阁，还有人说他有私心，他想推我当总统，而他当内阁总理。反正一句话，他出任内务部总长是不合适的。我认为顿出的祖国宗旨是正确的，在我们的政府里面，全用革命党人，不用旧官僚，这个理由也是很充分的。当然，现在呢是新旧交替，也要有所顾忌。你心目中有替代的人选吗？有，有蔡元培代章太炎掌教育，有程德全代宋教仁掌内务，有武廷芳代王宠惠掌外交。先生的意见呢？教育、内务这两部，我同意。至于外交，我是这么想的：武廷芳是长者，要给予尊重，但是正因为如此，会带来诸多的不方便。而用王宠惠呢，就可直接随时指示。好，我再和代表们协商一下。另外一个谭仁凤这个老同志，他跟我说了一件事儿，他说孙武是武昌首义的功臣，他想让他来当你的助手，出任陆军次长。你看不行。我知道当初他们在武昌起义的时候排挤你，致使武昌失陷，但是孙武他毕竟是个有功之臣，你考虑考虑。大总统，我不同意，并非由于我个人的私怨，而是孙武这个人没有武德，他当了陆军次长，那么革命军就会变成他孙武的私人财产了。我同意。大总统，广州发来一封电报，是什么内容？广州的许多同仁都要求您的哥哥孙梅先生接任我出任广东都督一职，说是征得了陈炯明等人的同意。这简直是胡闹。哎，钟山先生，您不要发脾气，孙梅兄为革命出了大力的。出力的人很多。哦，到革命成功了都要以官回报吗？先生，那您看我如何回电呢？韩民，我说你记。好。我兄孙梅宜专就所长，专任一事，如安置居民、办理实业之类，不必当此大任。孙文。可强啊，选举结束之后我们跟代表合个影留念如何？钟山先生，钟山先生，你好，大总统，这位就是海军总长黄忠英同志。你好，大总统。黄总长，你在武昌前线亲率海军起义，功在千秋啊。大总统，这是一名支持共和的海军将官应当做的。
好，我们都应该吸取黄海之战的教训，国家兴，海军强。是。你好，你好，我们的新财政总长陈锦涛，请您放心，我一定会管好咱们这个新家的。好，好。你好，汤老先生。好。啊，王宠惠。那总统，中山先生，在照相之前，给大家说几句话吧。好，下面请临时大总统中山先生给大家讲几句话。好。好好好，各位总长，我说句心里话，20多年了，我们为推翻帝制、建立共和，东躲西藏、南征北战，真是有些不容易啊。但我们用邹容、陈天华、徐锡麟、丘吉、黄花岗72烈士的生命，换来今天中华民国的时候，心里实在是有些沉重。俗话说得好，打江山容易，坐江山难。今天是我们革命党人代表40000000同胞和中华民族做天下的开始，那么这第一步从何做起呢？我在想，外交总长王宠惠要和欧美驻华使馆取得联系，争取让他们承认我中华民国。另外，坐江山没有钱不行啊，所以财政总长陈锦涛要尽快摸清家底，想办法弄到钱。请总统放心。好，各位总长要尽快拿出方案，我们一定要努力实现民生主义。是。好，晚上我们大家一起去看戏。来吧，柯佳。黄总长站在我右边，海军总长站在我左边。我们，大总统啊，您已经任命我为交通总长了，可我原来的浙江都督一职交由谁接任呢？那你的意见呢？陶成章。可是护军都督陈其美也有此意。哦，这两个人不大会让步的，你要妥善处理好此事，因为民国政府刚刚成立。团结是最重要，也是第一位的。明白了，大总统。好，现在我右有陆军总长黄兴，左有海军总长黄仲英，这样我这个临时大总统当起来就放心多了。开始吧。好，面带微笑啊，1、2、3。今晚大总统去剧院看戏，很有可能会混进刺客。来，这是剧场的平面图，这是舞台，这是观众。剧场的四周我已经安排好了警卫。我想听听你们俩的意见，我们该如何保卫大总统的安全呢？你看，这样好不好？大总统的左边是马湘和卫士，大总统的右边是女扮男装的尹维俊和扮成家属的我，大总统身后的那排座位坐的是便衣，还有女秘书宋霭龄。这样刺客无论从何处下手，我们都能对付得了。马湘，你看这么安排行不行？可以，不过我再重申一下，今晚的京剧晚会是招待大总统和刚刚当选的各部总长的，所以保卫工作一定要做到外松内紧，确保万无一失。为何相顺啊，曹操？一声，若是相曹，
焉能不待人？哪里道理？你回头观看。